这幅画有点意思啊，你看这个整体的构图用了一种平行构图的方式，绘画者表达出与观赏者一种交流的独特的方式。这幅画的色彩不得了，你看这个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力真的画不出来。我说这就是典型的蒙太奇后现代的风格，写实的瑰宝，灵魂深处的艺术品，太精彩了。小野，我要收